我们一日到不是乐章吗？你刚才是潇洒破吧？你刚才是干嘛？Hello，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周星哲，我是小美林维。今天呢，这是什么呢？我们要来玩 Bingo 接歌游戏。Let's do it 。那我们谁先？就猜拳啊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从这边看看是什么。最喜欢别人叫我，我知道，哎、欸，直接唱吗 ？Honey Honey， 哒哒哒，有这首歌吗？好像没有。Honey Honey，OK，、okay, 让我唱 Honey。最喜欢的颜色，你说我是谁最爱的颜色？不好意思。今年的愿望是。我希望身体健康，因为我的妈妈。什么啊？没听过。管你的。今天见到对方说的第一句是好久不见。我跟他唱Hello， 你好吗？衷心感谢。我一直梦想成为。一定爱上你啊。什么啊？那是什么意思？仙女啊。天上的仙女，哎、欸，我唱错了哎。最喜欢的季节是 Winter Wonderland， Christmas 季节。哦，好。那那那，可你能在那吗？你说你爱着那你吗？真的没有唱出歌词哎，这样不算。韩文有唱到那个 eyes 眼睛 ，OK、哦。觉得自己像宫下蜜娃，清楚 BTS 旋律。你刚刚那什么？宫下蜜娃，清楚 BTS 旋律，是吧？看到你就想到。都知道，哒哒哒哒哒哒，豆浆油条，我豆浆。为什么我是豆浆油条？就很早餐呢、啊，很营养。OK， 今天没有很营养。OK， 谢谢。我是可以唱重复的歌吗？不行。Super Idol 的笑容，对，好不要脸哦，怎么办？自信心很高。情人节最想收到礼物是 Money Money Money。好了。干嘛？哎、欸，我赢了耶！耶、yeah。我可以获得掌声。今天的天气是 sunshine， you are my sunshine， my only sunshine。最讨厌，我们一日到不是乐章吗？你刚才是潇洒破吧？你刚才是干嘛？没有。一日到不是乐章啊，可是我想要低调却很难，你们听过吗？切。其实我很害怕。还笑我要知道。有天我一定要去。你知道吗？我去。夏威夷怎么的 ？Lucky 告诉夏威夷。他刚开始还说他不会玩这游戏，每个都是你的脸 ，OK？ 失恋的时候我会。以后别做朋友。又不能牵手。好，小美赢了，小美赢了。今天小美歌声的唱片比我大。还好。你明明私底下不是这样讲。他唱片是蛮好听的，对。只是他刚才歌曲的选择，我觉得有很多问号。哦，好。奥德都市的朋友们呢，如果还没看我的电影的话，早餐应该还在上映中，赶紧去看。想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看想看更多的我们，请锁定 L 台湾。耶耶，拜拜。